哎，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反正我说很奇怪。一说到 him， 你们可能都知道，但是你知道 him 的四大手下都有谁吗？今天的故事就与 him 的四大手下其中之一有关。他有着一双红色的双眼，白色的外观，想必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也就不用介绍他的名字了。他也是 MC 众多传说中的实体之一。好了，请各位屏幕前的老粉们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咱们马上发车。今天是周末了，所以玩家如往常一样被妈妈赋予了10分钟可以游玩 MC 的时间。玩家应小美的邀请，进入到了他的服务器。没错，他就是小美。玩家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小美与其他朋友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根据一张图纸建造出来的。这些苍天大树也是几位朋友用木头搭建出来的。玩家仅仅一个星期没有玩这张地图，这里已经被朋友们建造成了世外桃源一样。坐着矿车，玩家可以直接来到这些苍天大树的上面，而他们的木屋已经转移到了树干上。很快玩家就与剩下的几位朋友碰面。此时玩家透过窗户注意到了他们所处区域的边界看起来有些奇特，为什么用方块围了起来，而朋友却说这很正常，是为了防止其他生物入侵，他们特意将这片区域隔离开来。朋友让玩家猜一猜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多高。玩家正在思索时，小美上来了。她告诉玩家她家里有事要先退出游戏了。走之前，小美留给了玩家一颗钻石，旁边的其他朋友都酸得不行，再酸也没用，毕竟玩家是小美最好的朋友嘛。小美走后，其他几位朋友去收集木材去，而玩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其他树干上选一处地方搭建自己的小木屋。看得出来玩家很喜欢橡木，所以他搭建的是一个橡木屋。很快玩家的木屋就搭建好了，他设计的有两个出口，总体来说还不错。这时朋友小罗上来参观了玩家的小屋，说着他扔给了玩家一些玻璃块和一张粉色的床。巧了，玩家正愁没有东西封窗户和睡觉的地方。小罗询问玩家下一步打算干什么，玩家说他准备去探险。小罗祝愿玩家永远幸运，接着就离开了。玩家在装扮完自己的小屋后也下到了地面上，正准备去探险，此时他又遇见了朋友小罗。小罗告诉了玩家一件事，就是这个服务器小美设置的是和平模式。玩家一听和平模式探险有啥意思，他非常讨厌和平模式。但是小罗表示只有小美才能更改规则，没办法，玩家只好打消了去探险的念头。而再次看向屋外时，太阳公公已经归西了，天色进入了黑夜，玩家要赶快回木屋了。尽管小罗一再强调这是和平模式不用担心，但玩家还是很讨厌黑夜。可是周围的地形太复杂了，像迷宫一样，玩家转悠了半天都没找到回家的入口。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石头堆，他想着站得高应该可以更直观地查看周围的地形。当他上到石头堆上后，再次转头，下面突然多了一些原石。不对劲，刚刚明明这里什么都没有。玩家赶快在消息框向几位朋友发出了消息询问，其他的朋友表示很疑惑，他们都待在各自的小屋好好的，并没有出去。玩家此时心里有点发毛了，他也如实向朋友们说出了他的发现。朋友小罗表示听起来很奇怪，但他认为应该是玩家看错了。情急之下，小罗让玩家先回到他的地面小屋。玩家过来后，眼前一个由橡木板放置的十字形让玩家和小罗都开始慌了。小罗表示这并不是他弄的，而其他几位朋友也都再三强调他们都在木屋并没有出去。随后玩家与朋友们又在附近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十字形和原石堆。这时朋友小芳和小杰开始起内讧了，都在互相猜测是对方干的，眼看就要吵起来，玩家与小罗只能先安抚其他两位朋友的情绪，费了好大劲儿才劝和。为了不影响其他朋友休息，小罗提议让大家各自回木屋中，等第二天再来讨论。由于玩家与小罗的住所都在树上面，所以两人同行返回木屋。但上来后，小罗发现他们搭建的最大那座木屋着火了，玩家与小罗赶快来灭火。而此时天也亮了，其他两位朋友得知他们的大本营着火了，也连忙上来查看情况。这座木屋是他们耗时一天才搭建好的，有好几层，足够住得下他们所有人，但是莫名其妙却被破坏了。于是几位朋友又开始起内讧了，眼看已经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小罗又提议等小美来了再讨论这件事吧，现在我们都不要说话了。大概过了两个小时后，小美进入到了服务器。玩家与几位朋友向小美说明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地图内发生的一系列奇怪现象。此时另一位女玩家小芳开始将矛头转移到了玩家身上，她开始怀疑是玩家干的，因为毕竟玩家才刚来这个服务器没多久，她认为玩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恶意的破坏这个地图。玩家也是有口难言，朋友小罗也一直在一旁替玩家证明清白。此时小美也发话了，为了秉承大公无私的品行，小美让玩家回到自己的木屋，没有他的消息不要出来，而其他人就负责修复大本营。玩家也很听小美的话，他赶快回到了自己的木屋，进来抱怨了一下小罗送给自己的粉色床后，玩家又推开房门看看外面的景色。这不看不要紧，一看让玩家又发现了情况。通过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玩家右上方的树叶上面站着一个白色外观的实体。玩家一时有点紧张不知所措，不过他赶紧在信息框告诉了朋友们，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上到了玩家的木屋。而此时玩家不在木屋内的行为正好让小美呆了个正着，于是玩家开始被小美怀疑了。尽管玩家一再强调不是自己，但是小美表示他会一直跟着玩家。小美让玩家最好老实点，不要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就不会将你踢出服务器。玩家当然知道小美不是认真的，况且这些奇怪的事也不是他做的，小美可能是想趁机多和玩
玩家待在一起吧。玩家这样自我沉浸在幻想中。就在这时，小美发现了树干上有异常，随着玩家抬头望去，只见上方发生了爆炸。玩家两人赶快上到了树干上面，原来是他们搭建的木桥被炸断，并且小罗三人刚修好的大本营也被炸了。这次小美很确定这不是玩家干，因为他一直和玩家待在一起。小美开始怀疑其他三位朋友，于是小罗三人又开始起内讧，玩家头都要大。不过聪明的小美决定去看一下服务器日志，这样就可以判断有没有陌生人加入服务器，如果没有，那肯定就是小罗他们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干的。玩家与小罗几人都很赞成小美的提议，于是又过了五分钟后，玩家几人再次进入了服务器。这次小美告诉了一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消息，小美去查看服务器日志，发现有人在地图中引燃 TNT， 但 ID 并不是他们几个人。玩家与朋友一听都慌了，赶快询问到底是谁干的。接着小美告诉大家是一个 ID 叫做实体303的干的，朋友们都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ID， 而玩家则是想起来之前在树叶上看到的那个白色实体会不会是他干的。因为玩家几人之前从来没有在 MC 中听说过实体303，所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仍然坚持继续游戏。如果这种情况让屏幕前的你遇到了，你是会选择继续游戏还是立马关掉服务器呢？既然现在确定了这些破坏是这个叫做实体303的干的，那么玩家几人就要想办法找到他。由于玩家见到过他的样子，所以他向大家描述了这个实体的外貌特征。接下来大家开始分头行动，一定要将这个破坏服务器的家伙逮住。小罗找到玩家，请求能否与玩家一队，玩家很乐意的答应了。两人主要负责查看树上的情况，前方高能叫到了，老规矩，请勇敢胆大的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朋友小罗此时站在了一块深色橡木上，观察周围树枝上的情况。就在这时，小罗脚下的橡木突然被破坏掉了，玩家眼睁睁地看着小罗坠了下去，小罗被淘汰了。玩家与小美几人赶快就下到地面，询问小罗是否重生，让他赶快过来，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这时小美收到了小罗私下给他发的消息，小罗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游戏无法重生，并且他加不进服务器了。而小美听后立马就去查看服务器设置，她发现服务器被上锁了，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密码是什么，现在该怎么办？游戏内还剩他们四个，小美让大家待在一起行动，不要擅自乱跑。可突然小芳当着玩家几人的面凭空消失，玩家与小美三人彻底绷不住了，他们试图在附近寻找小芳。就在这时，另一位朋友小杰也在玩家的视野中突然就消失了，现在服务器仅剩下了玩家与小美两个，而周围的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小美非常的害怕，玩家只能紧跟着她。当两人来到一处空旷的草地时，小美脚下的草地突然变成了一个岩浆池，接着小美就被淘汰掉了。玩家发了疯似的开始返回自己的木屋，而当他上到木桥上时，再次回头，实体303已经追了上来。玩家如脱缰的野马一般急速返回木屋，紧闭屋门，他的心已经快悬到嗓子眼了，但好奇的他还是想看看屋外的情况。高能预警，当他再次打开屋门时，实体303已经站在了门前，玩家也开心的嗝屁了。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哎，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